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勇冠前朝》，我是勇哥黄永文。今天是3月8号，礼拜五，先祝福大家周末愉快。今天3.8妇女节，而且台股攻上了20000点，各位，20000点，3月8号这天日子非常重要，表示说台股真的非常快攻上20000点。那20000点以后该怎么看呢？跟大家持续的追踪与分析。各位，今天上了91点以后，开高以后，然后下杀，那几乎都是属于垃圾盘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这个盘不要涨太快，也不要每天涨个100-200点持续往上攻。可是呢，事实上市场就是如此，它直接往上攻，发生什么问题？而且爆出了相对性的一个大量，各位。好，那量能的话，我们上来看这边，量能的话是5713亿。台股的话发散格局，受到美股上涨之下，费半指数创高，辉达创下新高，主要是台积电攻到796元，台积电涨1元，贡献8.16点，让今天涨幅都是由台积电贡献的。所以这个盘来讲话是垃圾盘，整个用外资法人拉台积电，然后去出这些中小型的一个概念股。那基本上来讲话，这整个盘子来讲话，有时候会拉回修正整理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，不要太快，可是这一波真的非常快。这个话来讲话，各位，这是属于一个轧空行情，利用这几天用台积电的上涨格局带动下往上轧，然后很多中小型股拉回修正。那其实这个盘势的话，还真的是需要整理一下。毕竟来讲话，爆出相对性的大量，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不要爆出大量的话，或许它有机会持续稳稳往上涨。那如果爆出相对性大量的时候，它应该会震荡了，开始震荡，在20000点之间就震荡。其实你也不用太害怕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来讲话，如果外资法人三大法人买超非常多的时候，基本上来讲，它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面做一个拉出的动作。你说它要震荡整理完以后再持续往上拉，跟着下一波行情往上涨的时候，它有办法将它的股票做一个调节动作。否则的话，现在来讲话，它这边卖压会非常非常大。当然讲话，全指股拉上了20000点以后，各位占20000点，那才讲话，各位由全指股去涨翻天。那基本上为什么原因呢？基本上来讲，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它的产能非常不错，投资了全世界各地。当然讲话，它的股价量能也不错，持续往上做带高。那基本上 ADR 的话，台积电 ADR 持续创高之下，美股也是很疯狂的。所以等于来讲的话，台积电上涨的时候，当然台股的话持续往上做翻扬，最高到20065点。所以今天讲的话，20000点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注点位。说3月8号20000点之上，那未来呢，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横盘的震荡整理。那么来讲话，各位，鲍尔打包票，今年一定会降息，没有错，一定会降息。为什么会降息呢？基本上来讲的话，美国经济开始在复苏好转的，基本上最全世界最不好的经济应该在中国大陆，房地产的问题困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政府。那美国呢，由于它有投资的话，我认为投资的话，认为他们国家的经济会慢慢的由谷底往上涨，翻扬动作。所以各位，他讲说会打包票说今年一定会降息，可降息在哪里呢？可能在6月或者7月份以后。那么来讲话，各位，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通膨率 3.08%， 19个月新高。因为来讲话，要除非要涨电价，涨电价完以后，我觉得通膨率可能稍微会提升一下，10个月弄下近期的新高。那么来讲话，各位，制造业景气跳级黄红灯。各位，它从蓝灯以后，黄红灯以后直接跳到黄红灯。那最主要原因说，因为台湾来讲话，进入一个景气好转的状态之下，整个股市也翻转往上走。但是来讲话，我认为它太快了，就太快的原因就是说，由垃圾盘往上涨的时候，整个行情非常非常的快速。其实来讲话，如果要控盘的话，不需要控那么快，或者来讲话，温温的涨的时候可以涨得比较久。来讲话，投资朋友比较能够享受到一个获利的感觉。好。那么我来讲话，各位跟你分享一下，说，喜气洋洋之机 ，OK， 3324的双红，接下来讲话有拉回动作，稍微看一下。那我跟你说过，2月2号的时候，双红扩大水冷布局，看好水冷4的3的将于2025年超越气冷，集中布局，股价涨多了一定会拉回，所以你也不用太害怕，各位。三个族群，我认为来讲话还有机会持续的创高，但是来讲话涨多了就要修正整理的格局，没有错，不可能每天在过年的。我跟你分享过的股票，不可能说天天一直涨都不会拉回来休息。我跟你形容过股价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说，当你一个爬山的时候，它往上爬的时候，要休息一下再往上爬的时候，你就会遇到非常好的风景。高点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往下走的时候就会回家了。所以各位，大家讲话，双红还是直接的做拉回修正整理。那双红呢，各位，
三月三二四双红，之前涨0.35%，我们再来看一下3324的图形。好，那来讲话，各位，它今天有稍微拉回往上涨，后拉回修正整理，没有错，股价一定会做拉回动作，所以拉回的话是属于正常格局，最高到658元，它当然是会拉回修正，它拉回到哪里呢？可以在逢低进场呢？注意听我节目的话，我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来讲，很多在因为在节目上不能公开分享买进跟卖出，但是我几乎跟你说过，有时候高档的时候，你要自己要去做一个先调节动作，非常重要。所以股票来讲的话，你要记得自己要先做调节，因为法令的规定，或者不定特定的话，不能推荐的那个价格问题，所以说非常重要。所以当然讲话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分享的？在400多块跟你分享完以后，直接往上。涨上去以后，各位，他当然讲话，他当然会做拉回啊。你会发觉说，这一波台股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台股。好，这时候台股我应该讲得非常清楚。从跌破16000以后，各位还记得吗？这边三点过高以后，就红长红棒就是直接往上涨。OK， 三点不破低，直接往上涨以后，跟红棒16000以后涨到各位涨到20000点，各位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候，11月到2月到3月左右。涨了大概4000多点，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很少见，而且它创下近期的历史新高20000点。当然讲话，它一定会短时间做会拉回修正整理，所以没有错，不可能说股票来讲话它都不太会拉回，而且最后一段的话，台股是做的是轧空行情，它做出很多的轧空行情，然后爆出相对性大量的时候，它就会拉回修正整理一下，那整理也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它会类股去轮动，比如说你也不要太害怕，有些类股轮动的时候还会持续往上涨，但是来讲话，有些类股轮动后可能会修正整理，这非常重要，有不同的一个属性跟一个方向性。好，那我讲完双红以后，我跟你讲一下，3017的，好，我看一下旗红，好，这也是各位，它涨到600多块以后，它会拉回修正整理，所以三个族群是拉回修正整理是非常正常的。当然讲话，如果拉回修正整理以后没有破颈线，再往上拉的时候，或许就是下一波它的一个起涨点。当然讲话，股价来讲话，它修正的时候看幅度多大。各位，你看这边，以旗红来讲话，如果300多块买进去的时候，拉回到500多块，然后拉回修正，回档3天以后再往上涨，回档3天以后再往上涨。所以它的属性来讲话，大概就是说一定会做拉回动作。股价在一个多方的趋势里面，当然就有机会做拉回。所以说不可能说直接说用喷出去的，喷出去的方式很少，除非是小型股的话才有办法做每次做喷出的动作，否则的话它应该会震荡整理以后持续往上涨。所以各位，加入我们的 LINE 好友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持股上的问题的话，欢迎加入我们 LINE 好友，第一手消息分享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的股票有问题的话，可以欢迎来电洽询，这非常重要。基本上讲，你股票如果听我节目，如果有买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卖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来电洽询，非常重要，或者加 LINE 来询问我怎么样加我们 LINE， 而可在我们的荧幕上有一个 QR code， 成为永科的好朋友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点打出来，我们的话会帮你一一的回复给你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股票来讲话，它这涨的过程之中，它一定会有一个多方趋势，多方趋势成型的时候，它在往上涨，当然讲话它就会做拉回。所以来讲话，各位，像以双红来讲，我看双红 ，OK， 好，以400多块跟你分享的时候，各位，它这边横盘震荡整理 ，OK， 震荡整理非常久的时候，后来就翻出去了，翻出去以后，各位，它就会慢慢涨，慢慢涨，拉涨上去以后就会拉回修正整理，涨上去以后会拉回修正整理，所以来讲话，很多拉回修正整理的时间你也不要太害怕，除非它拉回的时间比较久，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3661的世星 KY， OK， 这是股王 ，OK， 好。他才做过以后，各位，他曾经到最后上4560元，4560元最高点。那最后来讲的话，他拉回的话，这边拉回修正整理，所以这边来讲话不要破颈线。所以来讲话，如果说拉回的幅度不深的时候，他就有机会持续的在做反弹；否则的话，他会做修正整理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。这是给大家小小的建议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成为赢家的时候，你要懂得把握机会，踏上成功的道路。基本上大盘来讲的话，我认为会拉回做修正，没有错，它一定会修正，不可能说它趋势一直往上涨，因为没有在天天在一个往上涨的行情中，金融市场都不会有拉回的。所以当然讲话，台股在这个整个
趋势里面，我跟大家讲的非常正确，就是说在上涨的过程之中，它整路都是往上涨，这个缺口没有回补之前，我认为说多方很赢，你还记得这句话吗？所以多方很深的时候，那时候还考虑万九是不是地板价的时候，今天三月八号都已经到20000点了，非常非常快。所以来讲话，这整个盘势这个主力真的是蛮凶狠的，利用拉台积电去整个盘势往上涨，往上涨的时候，很多的中小型类股就会拉回修正整理。当然讲话，台积电以后也是会修正整理，不可能说台积电一直搭一直搭一直搭，然后到1000块左右以上，我觉得还是会休息一下。当休息以后，如果多方股票能够持续多方的趋势的时候，你说它是趋势往上涨的时候，主底会买进会大赚。大家讲话不可能说现在很多底部，但是来讲话拉回修正主底的主一个底部的时候，在往上涨的时候，或许很多有机会成为下一次的一个主流股。所以各位，这边稍微看一下，哎，我推出重磅资料非看不可。当你有半导体喷出的时候 ，AI 呢建议的广达、技嘉、伟创。如果你有任何的持股上的问题的话，有买进价格、卖出价格的话，各位欢迎扫入我们加入我们群组，你就会很清楚了。所以来讲话，各位，如果你喜欢，如果你的股票有这三档广达、技嘉、伟创，当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，你可以来电洽询，或者是扫描加入我们 LINE 群组，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这张股票的进出场点位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为什么跟大家分享呢？其实以广达来讲话，我跟你分享非常多次。广达来讲话，近期来讲话，在大盘在修，大盘大涨，但是个股修正震荡的时候，它几乎还能够上涨 0.41%。代表什么意思？这非常重要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它不是每档股票因为大盘在上涨的时候个股都会轮流修正，如果它没有修正的时候，它或许在下一次横盘震荡整理后，它就有机会在一个多方趋势再往上的时候，或许就机会它的趋势会比较快一点。那以技嘉来讲呢，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。OK， 2376技嘉也是一样的是，在大盘在往上涨是上涨的时候，可是个股震荡非常大的时候，它几乎没有稍微小跌而已。基本上来讲，如果小跌的话，它应该还是在震荡整理的格局。震荡整理的格局的话，未来什么样的趋势往上涨的时候才有机会在一个波段的成型，这非常重要。好，那下一档股票就是伟创。伟创以上意思，大盘很多个股在回档修正的时候，它几乎都没有在回档修正，几乎在平盘左右震荡。所以有时候来讲话，很多档股票，它如果是属于一个大盘在涨，个股在拉回的时候，它没有拉回，各位小心注意一下，它是未来有下一次的行情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有喜欢老师的话，股票的话。OK， 如果任何问题的话，重磅资料非常不可，半导体要喷出了，那 AI 呢？老 AI 有没有机会呢？下次有没有机会？扫描加 LINE 群组，你就会很清楚知道。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，谢谢各位。金融现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我想担任国民法官，但我不在的话，谁能照顾我们家小宝呢？没烦恼了，为了让你安心参与哦，国家会提供临时托育哦。那妈妈可以安心的当国民法官了呢。对了，还是到有叫他分一点好吧？有啊有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
国民法官希望您一起参与。我节目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，看这边，黑夜之后就是黎明，各位，大盘要稍微做一个黑夜整理了，我想应该是会稍微拉回修正整理，震荡之后将会是趋势，那趋势呢可以是往上或往下，如果你不懂的话，其实观看我们节目非常重要。刚才讲话，整个大盘的一个速度非常非常快，也就是说它上涨的速度真的非常强劲，也是近年来最快的速度到达两万点，也是第一次到两万点。那两万点的话，其实你也不用太害怕，整个盘局的话来讲话，只要没有出现相对性的一个长黑之前，我认为都有机会在横盘震荡整理。那震荡整理完以后，很多个股就会轮流去表态，非常重要。当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，欢迎来电洽询，这样子的话可以大家知道说什么股票会强势股。那各位你还记得吗？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，达发入主九阳，将要最大股东联发科集团壮大以太网络，强碰瑞昱。九阳的时候，昨天跟你讲说涨停板 ，OK。那今天的九阳 ，OK， 九阳神功今天又涨停板。在大盘不好的时候，还真的有时候会遇到一个涨停板的股票，虽然是非常非常少，但是来讲话，这支股票我昨天有跟你分享过 ，OK。我这时候跟大家分享，在这个地方2213的话，这边分享完以后，它盘了七天左右，然后就涨停板的就比较快一点，有时候股票来讲话还真的是需要等待来讲，如果每一只股票来讲话需要等了那么久时间，还是有机会做一个涨停板的感觉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你要记得就是说，你要把握机会，采取行动，改善你的方法，改变运营。所以股票来讲话，很多档股票其实不一定每次股票说买的就会上涨，就是说它会横盘震荡整理完以后，在一个区间震荡以后，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创高。所以各位股票来讲话，只要能够维持着区间震荡整理以后持续创高的话，它就成为一个有机会成为一个趋势股票。当然讲话，股票不外乎涨跌跟盘，在涨势的时候就尽量以涨的股票去做操作，在如果在反方向下往下的时候就做相反方向操作，在盘整的时候是最难操作。为什么？盘整的时候它就是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，所以大盘来讲话也是会这样区间的震荡，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。那来讲话你要记得，在高卖低买的时候，或许在区间震荡盘的时候，你可以享受到比较好的获利机会。尤其在这大盘在一个趋势往上涨以后，即将可能会进入一个横盘震荡整理。如果横盘震荡整理久一点时间的话，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微幅的往上做创高的动作。所以各位，你还记得吗？之前跟你讲过，富士达 ，OK。手机 OK， 折叠手机的需求浮现，让富士达营运向前冲。跟你分享完以后，各位1月9号的时候上涨了5.93%。我跟你说，折叠手机的涌现 ，OK， 富士达营运向前冲。大家讲话，这种股票来讲话，还是会拉回修正整理。我们稍微看一下6805。好，各位对。昨天来讲话900多块了 ，OK， 它稍微拉回修正整理，有个下影线。其实下影线也其实也不用太害怕，它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千金股的代表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还是要等它稍微做拉回之后，还是有机会持续创高。什么意思？各位，这股票来讲话，富士达我应该很早之前跟大家分享过，大概500多块这边跟你分享过 ，OK， 分享完以后，各位它会拉回修正整理，这边经过几天了，大概1-2个礼拜左右才有机会持续的创高。所以来讲话，如果在你在很低的时候就买到的时候，它也是持续往上做上涨带动，也是持续过高的可能性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过两万点你也不要太害怕。很多股票如果能维系它过高的格局的话，或许它有机会往上做翻扬的动作。但是来讲话，你不可能每到买到以后它就会直接用喷出去的方式。有时候买到的时候，它会横盘震荡整理，休息一下再往上涨，经过三角收敛完以后直接往上涨。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它不是每档股票都有机会持续的说，直接做翻扬动作，直接用趋势盘往上走。有时候来讲话，如果遇到最怕遇到股票的时候，趋势盘一天而已，然后就拉回修正整理了。这种型的股票来讲，操作难度会比较高一点，跟大家持续的分享。所以各位，现在讲话跟必须分享说，危机入市 ，OK， 未来有大利润的股票，记得要把握住。大盘一定会做修正，所以大盘来讲话，不可能说每天在过年直接在持续往上走，两万以后就22000、23000、24000，这是可能度比较少一点，有时候没有办法说，如符合大家的欲望说，直接往上涨，不太可能，它一定会做拉回修正整理。毕竟大盘从16000这边开始跟大家分享完以后，整只突破以后，多方表态以后，它持续往上涨，你有看到有像样的一个拉回吗？
几乎没有，除了这一段以外，从18000这个到17000多这段有稍微有做拉回的幅度以外，它这段里面几乎都没有拉回，所以来讲话整个盘的话多方的趋势非常非常强，所以来讲话未来还是有机会做拉回修正整理，整理完以后如果在多方趋势比较明显的时候，或许它还是有机会微幅的稍微创高，没有错，20000多点其实你不用太害怕，它还是有机会，但是来讲话你要记得每张股票多空都要有，就是说它涨多了它就会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以后如果它没有破颈线的时候，或许它有机会持续的创高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富士达来讲话，我们看一下6805的富士达，它也是一样的意思。OK， 好，它 底部的时候，各位三角收敛完以后就突破完以后 ，OK， 微笑转折出现以后，它往上涨，转折以后就往上涨。那所有的很多股票来讲话，它就维系了，如果转折往上涨的时候，它就微幅的往上涨，没有错。那昨天那些股票叫3376的新日新 ，OK， 稍微休息一下，没有错。OK， 昨天收了上下影线后，它就休息了，连三红以后，它就会拉回修正整理。所以说，股票来讲话，修正整理是正常的，只要能够它每次修正完以后，不要爆出很大性的大量，也就是说它不要爆出相对性的大量，在最高点的时候，在最高点附近的时候，我认为还是有机会持续往上涨。毕竟来讲话，底部上去的时候它会修正整理，修正整理完以后，如果还是有机会的话，它有时候会量缩整理格局的时候，就是下一次的机会。就是说各位，盘面震荡的时候需要专家，度过危机的时候迈向获利，这非常重要。那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懂的话，欢迎加我们 Light，OK，okay？第一手标股将与你分享，我们 LINE 有很多标股跟大家分享。那你有问题的话，持股问题，你有持股诊断的话，可以加我们 LINE。怎么样加我们 LINE 呢？各位，扫描我们的 QR code 成为永哥的好朋友的话，你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，欢迎来电洽询，或者是直接问 LINE 来问也可以的。所以来讲话，各位，所以你有任何的持股上的问题，欢迎加我们 LINE， 第一手标股将与你分享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还记得吗？我们之前三道族群的时候跟你讲说，哎，旗红跟双红，这样我接下来讲话，我觉得三道族群还是有机会，在未来的机会持续的过高，但是来讲话，很多机会都要做拉回的测试。你说拉回测试的时候，只要不要破颈线，或者是不要长黑之前，我认为都会有机会持续微幅往上涨。所以来讲话，它上涨过去以后，一定会做拉回修正。所以股票一定会做拉回。我曾经跟你说，不可能天天过年的，尤其在大盘这个时候，大盘其实它涨的是比较凶一点。有块台积电来讲话，它真的涨得比较凶。那涨得比较凶的情况之下的话，稍微注意一下说，哎，未来台积电如果休息的时候，下一个族群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，或许就是下一波行情的开始。所以台积电未来，我觉得还是会休息的一个整理震荡格局，毕竟它缺口已经非常非常多了，那往上涨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台积电来讲话，它未来会进入一个修正整理格局，整理完以后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做一个转折动作，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它不一定说每张股票都会非常的强势，当非常强势的时候，它就进入一个应该是发散格局，所以各位，这个资料非常重要 ，OK， 重磅资料非常不可。半导体都大家都喷出了，三个族群大家都喷出了 ，OK，AI、okay, 呢？这老 AI 有没有机会成为下一次的一个主流？你如果喜欢的话，建议的价格跟你分享一下，扫描加我们的群组，你就会很清楚看到了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不要多，你只要知道说它是有机会有原因的话，或许下次有机会的话，可能还不错的选择性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那以广达来讲话，各位看这边。广达其实今天大盘在拉，大盘很大涨，但是来讲话个股有时候拉回，可是个股这样股票来讲话几乎都没有什么涨到，都在平盘上震荡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它就是在一个横盘震荡整理格局，它的方向性比较没有，那未来有没有机会，你就拭目以待一下。OK， 那技嘉呢，各位也一样。大盘在一个大涨的行情，个股在拉回的时候，技嘉没什么拉回，做一个修正整理而已，它是小幅的一个拉回，有没有机会私募整理一下？所以各位有没有机会？对，如果希望的话，喜欢价格的话，来欢迎的来电洽询。OK， 那伟创呢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它也是修正整理格局，横盘震荡整理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它不是每个时候的一个整理格局，它就会趋势往上涨，你要等待一个时间。股票来讲话，它每次的一个时间点不一样，也就是说时间就是它会上涨的一个因素。当然讲话，
股票不外乎涨跌盘，在涨势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，它什么时候来的？涨的势头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从盘整过来，盘整过来以后就会变成涨势，涨势以后就会进入盘整，盘整完以后就进入涨势。当然讲话，如果它是最高点的时候，它就会进入了回档修正整理，修正整理的时候，它幅度比较大一点，但是来讲话，它还是会有反弹的机会，跟大家持续的分享。所以各位，跟随市场轮动操作永远领先。但讲话跟你介绍股票，很多档股票都是强势股，但现在强势股有时候会做拉回修正整理了，没有错，很多档股票都会做修正，不可能每档股票都不会修正。它只有未来有修正直接往上涨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把握这个行情。那你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过，哎，神盾集团相关概念股 OK 6462神盾是不是持续的一个叫修正整理？我们跟你分享过，如果你不懂的话，欢迎来找我。对，好，在最高点的时候我跟你分享过，哎，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哦，要慢慢的修回，修正的哦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不是每档股票都会非常的强，都直接的做喷出。当然讲话，它偶尔还是会做修正整理，没有错。修正整理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下一次它一个转折点的开始，非常重要。那8050安国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各位。它也是做修正整理的，所以修正整理的话是对多方是有正常的影响性。但是该怎么操作？如果你不懂的话，欢迎来电洽询各位。好，那这个重磅资料，如果非干不可，半导体喷出了 AI 呢？如果有这三档老 AI 你喜欢的话，欢迎来电洽询。以上就是我的分析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。我们下回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